你们今晚试试无妨，这里的怪物很快就会解决你们，我很快就会得到史特拉达瓦的瘟疫了。 需要再靠近，我离得太远了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 需要再靠近一点，我离得太远了。 这只不过是瘟疫的一小部分力量，等我成功入手，整个马卓萨斯都必须付出代价。 Thank you.
宝啦，更多的实验对象，放出钻蜜虫。Yeah.
范围了。借机夺取这场瘟疫，朱野家族就不会灭亡了。我会修正这个错误，所有人都要遭受跟朱野家族一样的苦难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Take it.
超出范围了。我们离他很近，我离得太远了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起来吧，瘟疫的仆人。来吧，瘟疫的仆人，瘟疫之火会烧死你。这是我的最终结果，是我的荣耀，也是我的丧心，感受到愤怒了，我的愤怒。咕噜毛的朋友有很多生意做啊。再见，再见。凡人有什么事？御灵者护佑你。我们有神圣的重担，我们有坚定的守护。
我看见你了。坚守永恒的职责。荣耀非你莫属。你还有疑问吗？我们都要有什么烦恼吗？准备好了，就登上台阶。你为何呼唤我们？乌瑟失踪了，而莱索尼亚已投靠猿猴。他真的彻底发疯了，居然会接受黑尔雅那个女巫的提案。傲慢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如果要攻击忠诚神殿，现在正是时候，他的力量还不完全。各位楷模，做好一切准备。我们今天要终止这错误的行为。猿猴行者，从我们夺回的神殿集结部队，我们会清出一块集结区。你需要指派工作吗？当我们夺回神圣之地，就能继续训练晋升者，他们一定迫不及待想看到我们光复最后一座神殿。什么事？万物皆有纪律。
者的光芒照耀你。我们有神圣的重担，我们有坚定的守护。御灵者护佑你。拜拜喽！我们快要失去他了，他是莱索尼亚的灵魂之伴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他不可能帮助我们。修好岛舟，稳定他的伤势。有什么麻烦吗？
看守者会率领部队继续奋战，直到胜利到来。维西芬尼万岁，御灵者万岁，生灵堡万岁。你需要我的刀刃吗？我们总有一天能清光这些怪物。我们每倒下一个，就要拉十个弃世者来陪葬。晋升者，准备开战！迈向胜利！
随时都准备好了。时间宝贵，好，就和练习的时候一样。开打喽，跟好西卡。佩拉苟斯起初是要召集收集者来协助你，但是他却陷入对战斗的疑惑。我们的战斗需要他的能力，你必须帮助他克服心理障碍。很高兴见到你。不够强壮，不够善良，这就是你的命运，接受吧。我办不到。我可以，不对，是我们可以。我不是一个人。我们一起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失败。试炼中失败了无数次，但今天不同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做得很好，你终于克服了内心最深层的猜疑。
我看见你了。乐意之至。尽管我们数量减少，但我们绝不动摇。只要御灵者呼唤，他的收集者就会回应。感谢御灵者的恩典，各位晋升者，换我们表现了。今天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弃世者。带着勇气前进。我们会跟随你到最后。诸位楷模会从侧翼发动攻击。猿猴行者，你和我们最大的部队向前推进。御灵者万岁！生灵宝万岁！一头冲进来是吧？吉瑞斯提亚从来就不懂得收敛。我有职责在身，救不了见证弃世者光荣的全貌的。会有其他人。
不建议进行抵抗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需要更靠近一点。你需要协助吗？他们的空缺很快就会有人补上，我的勇士不会那么简单就倒下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莱索尼亚，现在还来得及停止这个疯狂举动，我们都是奇人之士。你对黑的执念，也会沦落到被德沃茨这样的下场。我的过去，你胆敢直呼他的名讳？有什么事想说吗？我的楷模才刚开始行动而已。我会延续他的。你以为自己是正义的，然而你毫不犹豫地杀害同胞。我需要再靠近。那就是御灵者的虚伪。我离得太远了。给他们来场炮弹月，你的死期还没到，起来继续战斗。他们还没倒下，继续。巨象灵魄存量太低，必须补充。那就充能，必要的话耗尽百位也没关系。清出一条往南的路了，动作快！我们会拦住他们的援军。向前冲！
你最近也读过什么有趣的书吗？我现在没有目标。还真是顽强啊！帮忙争取时间，真理使者快要充能完毕了。不准改变势在必行，必须是你。任务，快阻止他们！亚萨诺斯，必要的话，把你所有的灵魄都交出去。亚萨诺斯，遵命，楷模。训练吧，要打败他还蛮简单的。谁都可以，不要是他。语调无法接受，移除致命武器限制。巨人，我下令消灭他们，为什么他们还活着？我离得太远了。目标状态，活。难道我什么事都得自己来吗？你阻止不了我的命运，跟我逃就快成功了。我们或许失去了晋升之巅，但我们不会放弃胜利，赢得胜利。他的灵魄是我们的，我会完成德沃斯骑手的一切。我们不再当御灵者的奴隶，被使命所蒙蔽。吉瑞斯提亚说的没错，暗影之境已经破碎了，但要修正一切需要意志，是他所缺乏的力量。上前来，你一定会和乌瑟一样让我大失所望。这是最后机会了，看看四周，你的部队都已败退，胜负已定。蠢志士，光凭这些人就想对付我，那你们输定了。自己的过去，带领这个戒律迈向未来，认清御灵者的谎言，加入我。要我跟你一样放弃同胞，休想！我赢了，多亏有你们这波微不足道的攻击行动，御灵者首次陷入无人保护的困境。等御灵者倒下，就算是楷模也会认清事实。我的存在是为了奉献。我方剩下的部队也正往乐图堡方向撤退，千万要赶上，万一御灵者出事的话，生灵堡就会沦陷。
我发誓，我们会拦下其他朝御灵者进军的敌人。你们必须不计代价击败莱索尼亚。来，猿猴行者，见证御灵者的末日。统治到此为止，齐瑞安将会追随新的主人。真是空洞的危险。你的主人告诉你的全是谎言。空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，却依然盲目。御灵者，我来为你驱散眼前的迷雾吧。就是现在。那些被侵服的记忆、遗落的回忆，统统都会讨回公道。我们已经超脱过往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眼看志士无法晋升，败位在战场上腐朽，这非我们所能控制。只要我们循道而行，一定能携手共度这个难关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你一行的道路只会迈向毁灭。我要为所有在猿猴的面前，你们微不足道。肤色破碎的灵魂，为我打开了猿猴的力量。我会让你亲眼见证。莱索尼亚，你疯了吗？拥抱如此深沉的黑暗，背弃了齐瑞安所有的信念。我再也无法认同弃世者的做法。我宁愿忘掉我的过去，也不愿与你走向这条路。正义必得伸张。莱索尼亚的勇士在战场上。怎么可能？我看见的是你的使命到此为止。让我为你指出方向。我的记忆依然纠缠着我，英雄。御灵者在上，我祈求你开恩。我原本以为……那就暂且如此。你今日的作为让我了解了不少内情，我们会讨论该如何处置你。你留在这里受我们保护，静候发落。你想服侍生灵宝吗？带他去永恒守望，在那里静候御灵者发落。我希望你可以让我来照顾乌瑟。
我们必须了解他的痛苦源自何处。我怀疑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。我也想弄清这一切，那就请你带路吧。成为志士的训练非常艰辛，我完全不记得生前的事。每当我闭上眼睛，就会看见我的死亡。我看到他站在我面前，拿着那把诅咒之刃。德沃斯说服我，我的死亡是个错误。他承诺要伸张正义。对他做的并不是正义，而是复仇。莱索尼亚也一样，我没发现他们心中的想法同样黑暗。多谢你们展现的仁慈，我没齿难忘。我们都有很多事情要学习，乌瑟。来，我们到我的神殿进一步长谈。说吧，凡人。我代表御灵者的意志。莫忘职责。长久以来，我从来没体会过这么与众不同的冒险。一般来说，像我这种人无权接受灵魂之伴此等荣耀。不过我不是一般侍者，要开始了吗？只准问聪明的问题。
请尽情选购。感谢惠顾。我的商品你应该有兴趣。我看见你了，心怀纯洁，谦卑自牧，你还有疑问吗？感谢御灵者的恩典，愿智慧指引你，我代表御灵者的意志，很多东西让你选购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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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很乐意服务。
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在你面前的是一位晋升者。纪律，你找我。
希望我的东西可以帮得上忙，下次来我会有更多话。需要补给不足的物品吗？希望有帮到你。需要进行补给吗？我会补齐商品。希望我的东西可以帮得上忙。再见喽。需要什么吗？
毛巾吗？慢慢看哦。下次来我会有更多货。